虽然你看起来不太高，希望你表现得很好。我跟 J 一起非常狂，你看郭艾伦那么娘。娘，哎，不错。我喝点咖啡冷静一下。喝点咖啡冷静一下。该你啊。娘，哦，有一个，哦，娘，加入我们才是地表最强。林书豪超魔性鼠来宝，中文真的有进步。我想找一个打得比林书豪 好的队员。你们谁是？以篮球之名点燃热血的节目，这就是灌篮。风评新领队周杰伦、李易峰，加上 NBA 球星林书豪、CBA 球星郭艾伦，就掀起话题。而职业球员的实力不用多说，一人的球技就令人好奇了。球员鼓噪，上场露一手。Okay, Jeremy, be careful. Three. 再来，再来。李易峰。周杰伦，周杰伦。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。大神是不随便出手的，大神是不随便出手的。OK， 来，我们领队入座，准备录制。林书豪这球真的神，而更多精彩球赛就在这就是灌篮。每周三晚间10点，在新闻云 App、英特杯星光云、英特杯播报首播，千万别错过。